拜。哎呀！老子告诉你，信不信？玲玲，别怕。屋子里藏着跳舞离山，让我们跑了，好像解救他们一个两个。你这样守住我们狗，看着我们狗，连一个蚊子都不要给给咱出来，行，我守住。哇！别跑，给我出来！出来！别跑，给我出来！你跑不掉了，在这个房子里，什么也跑不掉。关在房里来，还有你这个，臭女人，你不打了吗？臭女人。
不保了，等着你们把我卖给老陶吗？你这种炸也是炸，卖也是卖，不如便宜我们赚多一百几十万，好过你卖过一点点。不便宜你们啊？对呀。识相的把我们放了啊，要不然有你们好受的。还放你觉得我们不会放你吗？啊，你们这样是犯法的，知道吗？犯法，老师从这考这一行，我就真的不知道法律是怎么写啊。大哥，我就说了，那是我昨天买的猪了，一条那么多，再有那个大官吧。手机呢？手机呢？手机，我不告诉你。熟不熟？不熟。你们不是不知道法吗？哎，干嘛？干嘛？干嘛？不要乱动我的东西！送你们去一个管吃管住的地方。去哪里啊？报警！警察局啊！警察局！喂，110啊！啊，我要报案。这里是公沽村啊，86号，有两个人贩子。在这里做窝点，啊，我还有一个女的，还有一个小孩抓到在这里，现在被我们反抗打倒了。对，你们赶紧出警啊！好，谢谢。不用麻烦警察，这个小事。小事，买卖人口犯法了，这么大的事情还小事？要不你把这个女的绑回去，你自己走，我赶紧二十。你让我跟你同流合污吗？像你这种丧心天良的人啊，必须接受法律的制裁，不能再让你去祸害别人。万一不知道呢，哪天你还会再找到我的头上啊？就算不找到我的头上，找到我家人头上怎么办啊？必须把你们送进去，怎么办？大哥，行，我可以。他们前脚一进来，我们后脚就出来了。你当警察局是什么啊？起来，停不停？快点起来！还想让我拉你啊？想得到没？那个小孩，放了他。哎呦！带那个小孩，我们一起去录口供。小朋友，快点出来！哥，我带你去。站住！算我抬路，你死定了！跟你说，你们走，打断！放开我！我没。